交作业和气球释放今天上午在金门龙源草地上举行。这些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及社会青年们，在听取了前线新战单位所做的空飘作业简报，并且实地参观气球灌装过程以后，都兴高采烈地把印有总统御照的彩色图片跟各种艳丽的传单，以及带有国旗、安全证等五彩缤纷的各型气球，顺着风向向对岸大陆释放，以号召。